非常干。好，它是艾维诺的身体乳，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用这个，它是比较 对比较强效的，就是一次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效果。那个薰衣草依然的香味，就大家知道薰衣草可以放松，对。然后再来依然，大家知道这依然对女生很重要，薰衣草加依然呢，就可以让你很放松又很有女人味。像这个薰衣草，这个你挤一点来闻闻看，先做三次的深呼吸，吸吐。你不觉得它那个味道，你闻的就是很疗愈、放松吗？那艾维诺的乳液呢？它跟一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它是天然的叶脉萃取叶脉的精华，所以它有一个三重叶脉活水，它里面有叶脉酰胺啊、叶脉胶啊跟叶脉油。除了像一般乳液可以让我们保湿，它还可以增加我们肌肤的抵抗力。我真的我的脚非常干，你知道我是会干到就是白白的，这边都会这样脱屑。那你擦这个高效舒缓的，你试试看。然后呢，我晚上我就特别会加强这个高效舒缓的，在你的手肘、还有膝盖地方。我跟你说，你隔天早上就嫩得像婴儿的屁股一样。而且他们最厉害的是，他们可以持非常的持久，就你擦一次，它就可以持续你48小时肌肤的防御能力。它有一个显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肌肤喝的优酪乳，肌肤喝的优酪乳，它里面有一个三重益菌生，益菌生呢，它其实就是益生菌的食物，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像喝优酪乳一样，达到你肌肤的生态平衡，就会变得更健康、更强壮，对，就可以强化你肌肤的抵抗能力，有一个天然的屏障保护你。哇，真的哎！好，48个小时，但是不代表说你两天之后再擦，不是、没有，每天都要擦。我们肌肤的保养是不能等的，就像我们人生不能等待，你晚一天你就老了。